妹妹，给我唱首歌好不好？我下个播了，下个播耽误一下子，给我唱首《青藏高原》了。太高个了吧？太高个，那话你唱好个的吧，我给你100块钱，好吧？今天我心情好，我在双木家送了家具，见我开过大门，好吧？你唱好吧，我给你100块钱。好，来来来来来来。好。是谁把爱染不的火？是谁的梦想牵连的心？就不能